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要来看一下哈，就是最近的拍卖市场里面呢，出现了一款酒，这款酒呢，非常的惊人，哇，不得了，这款酒呢，居然呢，拍价呢，居然高达了1000万哦。经济不好呢，但是呢，拍卖市场非常的火热哈，居然呢，最近呢，成交了一款酒，这款酒呢，成交金额呢，高达了1000万元，哇，1000万哦。啊，不是我手上这一个啦，好，来给各位看一下哈，这一个呢是非常有话题性的哈，货出去人进来，台湾发大财，从高雄出发啦哈，杰米，这一款的话呢是那个金酒出的，是，然后呢是50，老师是几度啊？58度，58度。来58度，你猜现在这个价值多少？可以拿出来看一下吗？哎，可以，拿出来给大家看。来，这款多少？你估一下。哎呦，还蛮漂亮的耶，特别，哎呦，有设计感哦。可是完全看不到酒啊，来，对，它遮住了，遮住了，遮住了，透明的，对，来，金酒出的哦。我跟你说，如果没有，如果韩国也没有选总统，这个酒现在至少我看没有个3-4千买不到，但是它现在要被罢韩了，所以这个酒呢，看起来就是原价1000了。你呢？1000哦，原价1000，1000，差不多了，1500，1500。佩奇嘞，2600，2600。好，来，老师告诉各位一下，来，这款酒呢，当初在卖的时候卖多少？最高其实只到850而已。当初他在卖的时候也是卖580吗？应该大概600多块。600多块。然后最高的时候呢，炒到了800多块，应该也就是那个当选总统之前。对，800多块，然后呢就开始往下跌了。跌。所以往下跌到了现在，搞不好呢会到580。如果今天有没有可能比580有？要再更低？但是没有人要接的时候，就只好往下出来的一种。可是酒不是有基本的一个价格在吗？干脆打开自己割比较快，不要再卖，因为就是市场上580高粱这个瓶装就是500块，一杯丁了。不要给哪里贵啊？就是580高粱嘛。哎呀，喝了，纪念心情不好的时阵，我准备是纪念特别日子，对。真的万丈高楼平地起啊，但是垮下来速度真的很惊人。这太快了吧哈，酒都还没酿成功，然后呢人就已经走了。来，四冲三 BB。对啊，就高粱的味道啊，就高粱的味道。对啊，就58度高粱的味道。就是58度高粱。嗯，对。对啊，高粱的味道还是蛮好喝的，还是入口很纯啊。对，尤其是冰在冰箱里面这样倒出倒一点点出来喝，其实是真的很赞。生生哎。对啊，真的是这样。口很呛啦，不要呛，不要喝太大了，很呛，呛到了，口口哎，对啊，苦苦的这一杯酒，喝高粱，佩奇你在笑什么？喝起来什么味道？你可以吗？可以哈。其实还不难喝，对啦，其实它的后劲啊，高粱，你这边会有那种甘醇的感觉啦。今年的小英就是纪念酒，那个辣台妹那支五八评价非常高。辣台妹那支，有掺到酒质不一样，酒质不一样，辣味不一样。他们讲那个是老酒，但它是特优的老酒。对啊，那是有掺老酒。那你刚喝这个的话，我们先不要管说它是那个啦，就是不要管说它是韩国的纪念酒。就以酒质来看的话，他当初装的这一瓶酒的酒，一般般的酒，因为它是普饮的关系哦。但是呢，今天呢，世聪带来一款呢非常厉害的酒，来，世聪来出来一下哈。因为呢，这款酒呢就是我刚刚特别提到的哈，来给各位看一下，大摩62年呢破拍卖记录哈，它的成交价格呢是1000万元。那么这是在2020的苏富比的线上的一个这个烈酒的一个拍卖会上面哈。那么世聪呢今天带来的这一款酒的话，就是大摩的酒。是。这里他用一个那个木盒装起来的。这是1968年。68年的大摩。来，世聪，你怎么会有这一瓶酒？说实在，这个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故事啊。因为我很多朋友都很喜欢投资嘛，那很喜欢投资的话，有时候我们赚钱的话，就互相赠对方东西。比如说，你报我几股票，看几啊，我的买几米给他上好利，这个是投资市场一般的惯例嘛。那有一次，这个要从这个约莫10年前说起。当时我跟我朋友呢，我朋友那个当时跟我年纪差不多，都是40出头，但是我结婚，他还没结婚嘛。他就游戏人间。那有一天呢，他就是来问我一件事。他说：“我有一个女朋友了，她想要买一个珠宝送给他。”他说：“什么叫潘朵拉的珠宝？”他说：“不知道是什么东西，我也不知道什么东西。我不知道各位观众朋友知不知道什么是潘朵拉，就是那个珠有没有？一个银饰啊，然后那个珠那个潘朵拉珠宝这个，前阵子很红啊。对，那
问题是十年前我们根本不知道嘛。对对 对, 對, 對。那我们那时候台北的话，大概只有一两家专卖店。那我们两个就去，我就说那我们就去看看。后来他串了一串大概40000多的珠珠给他女朋友。那个要那么贵、啊？要很贵哦、喔。那个不是就是一般的饰品吗？因为你可以，如果你串越多珠的话，一珠大概都是3000-4000块左右。啊，你串个10颗就大概3-4万块。那我们两个在那边逛了3-4个小时，就觉得哦很有趣，很有意思。那我们就说哦这间公司会红，就我们就回去研究说这家公司在哪里。后来我们发现到说这家公司在丹麦，它是丹麦的一家挂牌公司。那我们就说哎、欸，那我们去投资。那我就好，我就帮他找这个要什么付委托啦，然后怎么帮他找一家外国券商，然后就汇了钱过去投资。那他大概一开始的时候汇大概20万-30万欧元过去，那那时候股价大概是40块这个欧元，就庆选上，5年后他涨到400-500块，哇发了，这么哇塞，那就他光是那一档股票，他大概赚了大概200多万欧元。折合新台币大概6-700万，那6-7千万，然后6-7千万，他当然感谢我嘛，对，感谢我他就说，那我送你他当时送我两个东西，一个是一个劳力士的手表，那另外一个是这一支酒，啊，因为我不懂酒啦，所以我就哎看着这个装很好看啊，盒子很好看，我就把它拿回去这个放在。我劳力士今天没有带，平时不敢带。我一直在看他的手，我也在看劳力士。劳力士，平时我不敢带，因为如果下次我们有节目有要讲那种手表的话，我可以带。好 ，OK， 对，那就拿了这支酒。那是因为最近看到，哎，好像大摩是不是拍卖非常好？那我想说，哎，温楚里，我记有没有这瓶酒？我记得我好像有一个大摩的酒，那我就把它拿出来，哎，就哎真的家里面有这一瓶这个酒，1968的酒。我还仔细，因为我以前都没有研究，所以我就放在家里面。然后还把它拿出来看，而且庆选照。其实我拿着，我觉得我有一点害怕，因为我觉得看它摸起来其实质感非常的高，而且这样酒质看起来非常的不错。没关系，你这个1000万，对，破了也没关系，反正是我朋友送的。你帮我们看一下哈，这个呢是1968年，然后我们先看一下哈，它是50.6度的，它的那个证书是在里面，对，它有证书，对，它全球限量120瓶，那这次刚好那么巧就是120号。这个有限量啊！对对对，我刚刚有看。哎呦，你朋友送你一个限量的哦。对对，他赚了6000万哎，赚6000万是啦，送这个还有送哎，你看这边还有手表，还有手表。对啊，这边我那时候。还有同号，对，上帝姐一百万的也不为过。对啊，有吗？那上探那个六千万哎，对啊。哎呦，这听起来好像很厉害哎。不过他是很多年前送的，很多年前，那时候好像，所以他说没有那很没有很有名啊。好，来老师拿着，来老师拿着哈。那个是从你自己估的话是估多少？当然是估无价啊。他自己也不知道。对啊，不过我猜啦，如果按照这个，他因为他赚了6000万嘛，如果我用这个劳力士手表那个估的话，我猜大概我估这个市价大概可能5-6万，当时啦，我猜啦。杰米，你觉得他这一支？人家都已经到1000万了，我怎么好意思说这是1965年的？这几十六八，这已经几十年了。这个如果人家是1000万，这起码要1200万了吧？来，1200万，佩奇觉得不可思议，对不对？对啊，1000万。要是1200万，我都分10万。我跟你，我跟所有观众朋友们讲哈，你一定要看节目，为什么你知道吗？大家很多人不看节目哈，人家朋友送给你的酒哈，你搞不好就把它喝掉了。有些酒真的喝掉以后呢？那就幸好很好，不要肚子有好几千万也不错啊。而且你喝掉了以后，四冲这一瓶呢就马上涨起来，因为世界当中又少了一瓶了。对对对。好，来我们来看一下哈，这一瓶呢，这个1968年哈的大摩哈 whisky， 好，目前市场上的行情价是多少？请见价，新台币45万。哇！那我猜最离谱了，也差不多啊。杰明哥，其实这个不夸张，因为真的这个我估的价值真的很保守。那你可以把它放下。你看，真的45万哎。因为我们从1968跟1962差多少年，只差那么一点点一份。对啊。所以其实应该是我是抓了很保守的估计，放出。那我回去把它框金起来。这个如果进拍卖会场上面的话，那不得了，不得了。我的个人感觉应该是绝对破百的以上的行情了。所以会破百，进破百万。这个如果送去拍卖会场上面，会有人收吗？一定有人收啊，这抢不掉啊。你有没有在教投资酒？我去跟着你好了，投这个比股市还要赚啊，就是稳赚不赔。所以我刚才说那个到底会不会跌到比它的成本价还要低？那个估那个。
估那个宋哥估的那时候价格差不多，其实大概那时候大概五六万吧，那时候买的时候其实真的没有那么。可是现在这种总共你说总共几瓶啊？限量120瓶，120瓶一般民众一定买不到，而且现在那么贵了哈。那大摩的酒会不会出现跟麦凯伦一样？那我是觉得，如果以投资的角度来讲，假设可能大摩目前是没有出，如果能够他出原酒系列的哦，类似啊，对，都没有麦凯伦那个原酒系列，或者是像刚才那个世忠哥出的那个六八年有的年份酒，嗯，对，一定要年份酒，这样的话消费者或者收藏家会最爱。年份酒的话呢，其实要找那个杰敏啊，杰敏家比较多那个年份酒。好，来，我们谢谢世忠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要特别欢迎的就是我们的佩奇哈，来佩奇。好，来佩奇的话呢，这个应该很会喝酒哈。没有啦，我是为了这个节目还特地找出来。你不是都还跑去那个华为跟人家喝酒？我跟你讲，去大陆一定都要喝的，哦、的对啊。然后他们都一定拿茅台请你。对啊，他们都是喝烈酒、白酒。那你有办法吗？我就勉强一下。你刚刚的烈酒还没有喝完。对，我刚刚烈酒沾两口先。其实佩奇喝一点点，他会脸红。对啊，他会脸红，很容易脸红。好，但是你自己也有在尝酒。其实应该是说误打误撞。包括心觉得跟我这支酒是有故事的，就是因为我当时呢，在买这支酒那一年，我跟我当时男朋友是异国恋。所以我那时候都会飞去某个地方找他，然后这支酒就是我在机场买的。为什么我会买这支酒？就是因为我只是路过那个免税店，我每次都会买东西过去啊。那一次就那个销售员跟我说他是雪莉桶，又是限量，就打到我的关键字，因为我知道喝这个威士忌很多人喜欢雪莉桶，所以我就脑子想说，哎，不对啊，这个雪莉桶一定之后有收藏价值，送给他也 OK 嘛，所以我就很心意很刷卡买下来。这支酒那时候买是6000多块，我通常买酒只会买3000以下的，所以呢，我买这支酒兴高采烈，千里迢迢带到那边的时候，结果跟他大吵一架。那一次就大吵一架，冷战了3-4天吧。结果我这支酒根本没送出去，跟着我原封不动回到台湾来。你应该那时候就失恋了，是不是？对，所以这支酒叫做没送出去的酒。这好悲惨的酒，好悲惨的酒，所以带来看看有没有价值。那你这样一讲的话，就会没有价值啊。人家讲是觉得他是有故事性的嘛。不祥之物啊！哎，糟糕了！你喝酒的时候要讲一些好听的话嘛，对不对？你要卖酒的时候要编一个好听的故事，你讲一个分手的故事啊什么的，这瓶酒看起来的话就是谁敢喝啊，对不对？你那时候就应该在国外的时候赶快把它喝掉了，赶快把它喝掉，借酒浇愁。所以男朋友是哪国人？那时候澳洲。澳洲啊，对，是不是千里迢迢买到那里去？真的有够远，累。对啊，要是我来回16个小时，要是我就这瓶酒16个小时，结果是再见，只有再见，打破了都量给你。不过还好啦，这瓶酒反正就是留着纪念这样子哈。其实真的说实在，这种酒要赶快把它喝掉，因为不然的话，你每次看到它就伤心一次。这真的应该是庆幸，现在人生比以前更美好。对，庆幸那份。对，下一个永远对，要知道杰米世界杰米宅男，杰米好会说话。来给各位看一下这边有写台湾，台湾的免税店，这是台湾的免税店。可是其实说实在的，台湾免税店。买到了酒，哎，这个是麦卡伦的2017年，其实买在免税店，你要买到能够增值的酒，大概很难，大部分其实就是买来，其实就是你带到国外的时候，国外喝这样子哦，或者是带回来的时候，这就是那个2017年的机长原酒，哎，它是56号的机长原酒，对，来给各位看一下，你看哦。56.8度的，2017年的，那这是机场的原酒。原酒是，这个是那个2016年那时候二级行情下那这个那个盛恒章跟那个麦卡伦公司合作，成合作一个旗舰店之后，他推出了2010年跟2017年两。好，来佩奇的话呢，他你的估价是估一万块，他买价是买6000啦，好，来老师，我们先估价哈，估完价以后呢，你再告诉大家这瓶酒特别的地方哈。来，我们来评估一下哈，这个2017年呢，机场免税店买的这个麦卡伦的原酒，目前市场上行情价是多少？好，请见价。新台币7000元。7000元。对。哎，还赚了，有涨。2017年，这支成，我要特别声明，这支曾经到9000过，哎。哦。哎，这后来就是因为没想到它的量稍微出来多了一点点，后来就是说那个大家的一级心理以为绝版的，然后就哒哒哒哒哒。
就掉了一下。那你想哦，我们这支买的成本大概6200多块，那如果我们去请人家带回来一支，大概只要500块跟700-800块的工钱吧，成本差不多。所以我们这一支的行情大概会落在700块。我是说还没起涨的时候。所以你的意思是说，这瓶酒的价格其实现在也就差不多就是原价就对。原价再加一点点，对对对。那这瓶酒的话能不能增长啊？如果按照你讲的话，如果2017年的在生辰章那个卖的已经绝版了，因为我们知道它只有2016跟2017年。那个生辰昌，他那个这家公司的话，取了这两个年份而已。2018、2019年全部在杜拜机场。啊，换句话说，如果这个全部都销售完了，这个就有潜力了。啊，机场原酒就这个就没有钱，因为它是原酒，原酒，而且就它有标示年份。所以未来还是有增值，还是有潜力，有潜力。因为这瓶酒的话很有可能，而且它是原酒，原酒就是像麦凯伦现在都没有出原酒了，没有出原酒的。所以呢，这一瓶酒你如果也就只有在机场上面买不到了，现在大家可能也不能出国了，大家也都买不到了。对，那你也不能去会你的男朋友了。那老师，我想问我这瓶酒应该放继续放，继续放，继续放。那是麦凯伦吗？那麦凯伦啊，啊，但是要保存好。老师，你听不懂他的意思，说他都看到了以后，哦，伤心了，是不是转了？对呀，不会啊。等你涨到了1000万的时候，你会不会伤心？会不会伤心？会。啊，等涨到1000万，你还会伤心啊？对啊，就看到还是伤心啊。虽然说口袋饱饱，但心里的伤。那你卖我。涨到1000万，我开心都不来不及了。好，来，我们谢谢佩奇，谢谢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要特别欢迎的就是我们杰敏哈，来，杰敏刚刚有特别讲到老酒，你家很多，对，我其实蛮爱存，而且只存高粱，对，那这为什么这样子？这是有个典故的哈，我没有那种替别人赚大钱的好有趣的事，是这样，因为我们以前有就是同学结婚了哈，然后我就去那边吃饭嘛哈，那当然大家同学在一起的时候呢，那是80年代以前的事情，然后呢，老爸就出来了，那我觉得他父亲可能是因为年纪比较大，所以他就拿了一瓶他。生出他儿子的时候留下的高粱，我永远忘不了他那画面。他把高粱用他手颤抖的打开，给我们同学们喝的时候，那种对儿子的亲情，因为就是他儿子出生的时候，因为他是老年得子，所以他就准备了一些在当时买的高粱，然后跟我们同学们一起分享的时候，那画面印象很深刻。那后来在80年代的时候，我儿子正好就出生嘛，我儿子现在也30岁了。那时候就很多朋友就送我啊，那我就把几个送我朋友的朋友送的高粱呢，我就存起来了。那我事实上现在还有存高粱的习惯，就是有些好高粱我就摆进去。上次我跟他提一下嘛，那这个高粱比较特别，是因为它是80年代的高粱，而且当时市价就100块，但是让人家印象很深刻。100块啊？对，100块，而且它才不是它不是金门高粱，对不对？不是，是台湾高粱，台湾高粱，台湾高粱，它是烟酒公卖局的，对，没错。台湾高粱酒，然后你那时候买100块钱，不是，其实别人送我的，那时候估价是100块了，但现在已经不止这个价钱了。对，它也有一个那个呢，酱菜味。是啊，很特别哈，对不对？对对对对，那个酱菜的味道。那你买100块，你现在估呢？因为它是20年的价格，我本来想说200-300块，但是您跟我说这个价格可能不菲，所以我故意夸张一下，好，我估1000好了，这样子。他估1000块，其实说实在的哈，这有我对我儿子的爱心啦。不是，你那时候存金门高粱，搞不好涨得比这个还要来得高。没有，我其实存很多酒，这是别人当时。这哪一年啊？不是，只要大家送我高粱，我都存起来。民国80年的，这边有写，民国80年，对，80年的哈，80年份。80年，现在已经30年了。对啊，就30年左右的时间。你看，你如果存金门高粱30年的时间的话，应该涨一倍不成问题。至少大概4500以上。可是你这会不会估太高了？因为100块涨到1000块是涨了多少倍啊？有梦香水嘛？儿子，古代的时候生女儿叫做女儿红，生儿子叫是状元什么东西？对，我总是期待我的儿子将来长大的时候有没有有一番事业，所以这代表着父亲浓厚的期待。但我不是只有这个，我还有还有很多，就是属于是比较稀数比较高的。今天把那个。一个最小罐的，因为方便携带，直接把它带过来。等一下从新竹带过来。好，来评估1000了哈。来，老师你拿在手上哈。来，我们来评估一下哈。这一瓶呢，80年代呢所出产的高粱酒呢，台湾烟酒公卖局的哈，目前市场上行情价是多少？请见价。新台币200元。哎，还不错啊，我涨一倍了。但是涨一倍啊。但是我还想强调一下，万一这一支，我怀疑如果说开出是有那个茅台味道的话，这一支的身价。我可以估到2500块，这是高粱茅台，茅台味道。为什么有茅台味道？当年度有一次，大概港商机器
去跟那个贵州茅台订了一批那个茅台酒，是，然后后来的话请那个委托公卖局才帮忙按那个装瓶，结果其实那过程当中，其实因为当时的法令规定，所以其实有加台湾的高粱跟那个茅台混在一起，哦，所以如果有茅台是。是，所以你们刚才闻好像有一点那个味道，对不对？感觉有一点味道。如果这样就不得了了。哎，对。它是装了这一款的，类似就这一款，只有这一款，只有这款小瓶的嘛，只有小瓶的。对，这个有点麻烦哦。只有小瓶的嘛，对不对？这个是有点麻烦的一件事情，就是说200跟2000差别。对对对对。然后差别呢，就是在于喝跟不喝。你喝了才知道有没有酒的味道。可是你喝了以后呢，你就是要把它开了，2500你就被喝掉了。对。那我们可以喝喝看吗？杰明兄，没关系，如果你开出来没有，那我赔你一支。哦，那你他有吗？你赔的是赔有茅台的，我茅台，茅台，对对，我赔你一支。你看，那你自己开了，那就好吧，开了。对不起，这还真难开，我要拿那个。哎，这个30年的酒，对对对，厉害厉害，30年的酒，恭喜台湾。到底有没有茅台味？有没有茅台味？开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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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那这是我们看看。很香哎，真的超香的，跟一般的高粱应该味道不一样，不一样，不一样。对，这个就是茅台味，这有茅台味，这是茅台味，这2500味，这个是茅台味的。天啊，你品尝来，对，有一点。丁姐，来喝那喝。哎，现在茅台贵到不行了，天价，茅台没有2500。哎，我不知道它，我不知道这种没有2500。哎，我不知道这种小高粱这个没有茅台，而且这只有几，这个只有几批而已，不是每一批次都有，只有几批。就把它喝了，自己喝看看，自己喝看看。好，谢谢。哎，真的，它的味道跟那个一般的那种，就是比那个不太一样，不一样，不一样。金糕的味道又不一样，特别甜，对，比较甜，好香哦。就跟刚才喝的高粱不一样，然后它前味就出来，不像高粱是比较厚一点。哎，这几度啊，这比较甜。哎，这个而且它很稠哎，它的那个口感是很稠的，就比较像是茅台那样的。好喝，这个好喝。啊，这个好。这样我不知道台湾烟酒公卖局有出那么好喝的高粱，真的好喝。这只有还有甜，这几批而已。其实这个是那样的。刚才那个金门高粱是辣味，对，这是甜味。甜味。这个比那我说茅台没有500块人民币的啦，真的。因为你刚才是2500，没有2500没有。你看才多。所以老师这一瓶的话是有。2500的水准，有，有，这有2500的水准。但平常如果是没有茅台味，大概。